望你们以后要看我能够好好的修，跟师父永远在天上在一起啊。师兄们大家好，随喜大家能坚持每日自修，今天我们学习的有以下内容。白话佛法晨读精选。为什么心力这么重要？心力就是你心的力量，愿力就是你心的能量。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，你一旦遭到别人的报复了，实际上泄密的就是你自己发出的信号。我们说调伏众生之心，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心去调伏对别人的各种意见，去克服对别人的恨，并且把恨转变成对别人的爱。你要去帮助别人，你首先要把自己的心调伏好，然后你才能升起慈悲心。很多人为什么不恨人家？因为他很可怜人家。想通想明白的人，实际上已经接近出世法。出世法就是说，在人间，因为我已经远离了人间的一切善恶，我也不会有果报了，一切都远离了。所以我在没有离开世间之前，我已经懂得了出世的三昧。很多人不跟人家去争，这种人完全远离了人间的世界。也就是说，在人间我已经知道一切因果，我死后离开这个世界叫出世，离开这个世间之后我在做什么？50年后你在哪里了？你离开这个世间后你能带走什么？连你自己的一副骨头都带不走啊。哎呀，你们大家看看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可怜人！让妈妈请，让妈妈请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跪吧，不要跪。我的妹妹，你是不是？感谢无上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救救我的妹妹！救救我的！几几年的？属什么的？1963年，属兔的。属兔子的。六三年啊！1963年啊！哎呦，哎呀，他是一个猴子投胎啊。哎呦，好痛苦啊，太惨，观音菩萨请你救救他，受不了了。猴精啊，要命啊，要债来的，要债的，他把你们家里钱全用光了。我妈妈又舍不得用钱，跟他就是两个人就斗啊斗啊。现在我告诉你，台长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你千万不要这样，我告诉你，台长在帮你治，你一定要稳住，听得懂吗？我的手边的一点承受不了了，台长。你不要这样，受不了也得受。这个人谁叫我们造业的？我们上辈子造业，我们这辈子就得受，大家都在受着呢，明白了吗？受不了了，你不要哭了，你让台长给你看的。哎呦，我这头好痛，受不了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你听台长讲话好吗？他，你家里有一个祖上爷爷，也不知道是。对对对对对，爷爷自杀的，我爷爷自杀。
你知道在他身上跟他长得很像啊。对对对对对。现在大家知道了吗？我跟他念了1000多张小房子了，我妈妈一点也不嫌，还反对我念。他经常会做出那些老人的样子。对对，你听得懂吗？这样吧，他现在小房子要的很多，你能给他2800张吗？3000张我都给，5000张我都给，你要到死。哎，不要乱讲话。哎呀，我只要能够。你这不是开玩笑的，你讲了一定要念的，你不念他会。我念。你不念的话，他会出事情的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念，我绝对念，我一定念。好吗？哎呦！哎，你家的业障很重哎。对对，哎，你这个爷爷不是不单单是自杀的问题了，他在过去有那种命案呢、啊，你听得懂吗？有命案、啊。对对对对。鼓掌。对对对。现在大家相信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人家很多人就是不相信，你今天来了你就相信了，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不相信的，它是真的。我可以告诉你。他现在他爷爷在他身上不是完全灵魂在他身上，是有时来有时不来，所以有时候你别看他那个样子好像很懂事情的，这个时候就是他本人，有时候突然之间傻傻的发抖的时候，听得懂吗？尤其是打哈欠的时候，就是他爷爷上身了，明白了吗？哦，知道、哎、晚上经常来，而且你不能让他看电视，有时候你让他看电视看到一种恐怖的或者很紧张的东西，他会边上会很吓得不得了，会哭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不看电视都关着他，就是关牢房一样的，365天关着他，那个大屎大小便都往身上抹抹的意思。不能看，不能看，好吗？你给他念吧，2300张，好吗？好的。你能不能许愿呢？许愿，我还渡人，我还放生，我都。你现在能不能吃全素啊？好的，一定好。那现在我已经叫他爷爷离开了，你可以拿话筒啊，我可以跟他讲话，讲几句话，啊，看看他能不能讲话。小妹妹，观音菩萨跟你讲话。试试看。哎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谭小美。叫什么？韩小美。好，韩小美啊，韩小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、哦，没关系。台长在帮助你呢，韩小美啊，哎，讲一句话就好了啊、哦。观音菩萨来了，观音。要你好好的啊、哦，你好好的。好，别动啊！台长帮你身上的爷爷请走，你就会很开心。你会很舒服，你会跟妈妈天天讲故事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讲一句话吧。讲一句话，观音菩萨。好吧，讲一句话吧啊、哦。讲一句话啊、哦。来，换个人拿给他，他妈妈的气场不好。好，不要马上给他，先放得远一点，好，一点点过去。好，讲一句话，台长认识你的好朋友啊、哦，台长认识你好朋友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大家听到了吗？你好吗？讲话好吗？你好吗？哎，你好。叫他妈妈要有信心，他妈妈前世跟他的冤结特别深，所以你们记住，有时候跟孩子讲话，你说这个孩子为什么我讲话他就不听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你们前世跟他的冤结，所以孩子不听话，并不是孩子的问题，是你们跟他前世的冤结，所以他妈妈拿话筒，他就不要理他，大家听得懂吗？所以妈妈自己本身就是他的冤结，怎么救得好他呢？好了，不要讲了，可以了，你自己啊，让他回去。甘台长。
长，我不是他妈妈，我是他姐姐。那你更坏。听得懂吗？好，你自己好好的努力。好的好的。有的时候冤结就是这样，我告诉你们，有时候一个人身上有没有灵性，你们可以拿一个方法可以测试的。怎么测试知道吗？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，几个月的孩子，他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呢他能看到你头上的光。所以如果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你抱在身上，如果这个孩子笑了，很喜欢你抱，你一定头上的光很亮，你的坛城很大。如果这个孩子哇看见你就靠哭，看见你就往边上躲，那你身上一定有恶气邪气。所以你们自己知道，一个人不能没有好的气场。你今天跟他有冤结，所以你看你虽然是他姐姐，但是你看你就会把这个命连在一起，让你来受这个罪。听得懂了吗？对对对，好好改毛病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，再见啊。谢谢观音菩萨。你好好给他念之后他慢慢会正常的，就是人不能动，其他都正常。明白了吗？人不会长，但是其他脑子讲话一切都正常。好了，一个儿子养不起母亲了，他狠心决定把母亲背到一个很高的山上，把母亲丢在那里。傍晚儿子吃完饭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背你到山上去走走吧。母亲说好孩子，结果吃力地爬上了孩子的背上。儿子一路在想把妈妈再背得高一点高一点，因为他就不会下来了，就把他丢下来。但儿子突然看到妈妈在他的背上一路在撒那种豆，在撒豆子。儿子生气的就问妈妈，你撒豆子干什么？结果母亲的回答让儿子泪流满面。母亲说，傻儿子啊，我怕你等一会儿一个人下山会迷路的。妈妈永远是妈妈，母亲永远是为孩子着想的，哪怕牺牲自己她也是理解别人的。菩萨永远是菩萨，他为了众生哪怕牺牲自己也心甘情愿，为了能让别人活得好一点，自己可以活得累一点辛苦一点，这就是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妈妈。为了让众生离苦得乐，不再烦恼，我们的圣人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宣传儒家思想，我们尊敬的耶稣为了众生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替众生悲业，我们伟大的佛陀为了众生舍去王位，为人类找掉一条离苦得乐之道，我们慈爱的母亲观世音菩萨慈航普渡，吃尽人间千辛万苦救苦救难，多少人癌症好了，多少人有孩子了，多少人家庭团聚了，多少灾难让我们躲过了，这就是慈悲，这就是菩萨呀。所以台长呢最后跟大家讲，我们学佛度人要能够度到人靠的是智慧，我们要保持朋友跟朋友当中的友情和友谊靠的是人的美德呀，因为这两者都很重要，人又要有智慧又要有道德，这样的人才是圣人。如果天天就想占人家便宜，那就是小人；如果天天想帮助别人想爱护众生的人，那才是圣人。所以
要懂得我们学佛修心一定要念经，因为单单拜佛，很多人就知道拜佛，连名字都跟没有菩萨讲啊。我不知道泰国打电话是怎么打的，比方说电话拿起来，泰国是不是先要说啊，我是谁谁谁或者什么公司有吗？不是先说的，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就说什么什么，我是啊什么什么公司。其实拜佛也是这样，你拜佛的时候，你先要说请菩萨保佑我，请啊大王天神保佑我，我某某某今天到某某庙里来给你烧香，希望你能保佑我某某某能够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实际上很多的东西要学，你烧香不念经，有时候等于没有烧香，你拜佛连名字都没有讲，那你怎么能够得到菩萨的感应呢？就像我们的在家门口一样，我们很多的人都不知道一个道理啊，在啊墨西哥有一个华人，他开了一家餐馆，天天生意好得不得了。墨西哥边上那个店呢，天天冷冷清清没人的，人家就很恨他，天天呢就把那个垃圾啊就往他的店门口扫。他呢也不生气，天天就把垃圾呢就扫到边上，还堆在那里也不拿走，天天呢堆起来。结果呢，那个墨西哥人通过人家去问他：“哎，这么多垃圾你为什么不拿掉啊？”啊，他说：“我们中国人有个习惯了啊，你看我们过年的时候扫地从来不往外扫的，都是往里边扫的。”你看我把你们给我的财宝我全聚集在那里，我的生意所以越来越好，你的生意所以越来越差。第二天他的店门口一点垃圾都没有。所以人要转换理念，同样一个事情，你可以把它转成好的，也可以把它转成坏的。所以想开一点，好事能够变成坏事，但是有好事的时候要当心可能会蕴藏的坏事的到来。所以我们人不要去贪。有一个人在阎王老爷给他到人间来投胎的时候说：“我给你30岁，就是30年在人间活。”结果他说：“阎王老爷啊，30年太少了。”阎王老爷说：“那你自己去要吧。”他走过去，走到一个牛这里，牛神啊，请你给我15年吧。牛说：“好，我给你15年，就变成45岁了。”他觉得45岁活到人间太少了，又跑着去问狗要了15年。结果狗又给了他15年，他一算45，哎呀，60岁还是太年轻了。再去问猴子要了15年，75岁到人间差不多了。结果这个老妈妈投胎投了人间，前面30年过得像人一样的生活，非常的开心。到了后面的15年，天天结婚了有孩子了，在家里做牛做马，过得牛的日子。等到45岁之后又15年了，他呢天天的女儿大了，娶了个女婿，凶得不得了，女儿孩子也欺负他，天天吃的东西都是剩饭剩菜，过得15年像狗一样的生活。等到还有15年的时候呢，他一想，猴子啊，猴子是最怕人家背后伤他，所以你们看猴子永远心停不下来，他站在那他永远这么看的。而这个时候他是害怕边上有人抢他东西或者伤害他。这个15年，这个老妈妈就天天害怕，我要死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会不会车祸，我会不会生癌症。所以人应该得的东西都要去得，不应该得的东西就要放下。所以去贪去嗔会让你增加恐惧感。所以心经里面有一句话，我们不去贪不去抢的话就无有恐怖，所以无有恐怖的人就无恐怖故啊。最后
精神影响着你的身体，身体影响着你的精神。一个人经常的忧郁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伤害。想一想当年诸葛亮遭殃把周瑜都气死了，林黛玉忧郁成病，现代人很多的身体全是由自己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要不去难过，不去生气，我们要放下烦恼，我们才能会争取胜利。所以学佛人要永远要看得远，想得开，我们放得下。经常有法师跟众生讲，台长也跟众生讲，你们要放下，放下。师父啊，什么叫放下？我告诉你们，想明白了，想开了，你就是放下，就是开悟了。所以一个人必须给自己想开，想一想。我到美国去的时候碰到了美国总统里根的一个助手，他告诉我说，这位总统在临死之前没有尊严，什么都没有，非常的可怜。台长跟他讲，真的是这样，人的一生要身体好，我们所以的所有的东西都要为自己今后来想一想。他做过电影明星 film star， 他也做过 prime minister， 他在全世界那是 number one 的人，但是他后来生病了，走的时候所有的人来看他，他都不记得了。想一想人生是不是苦短。所以今天你们下面还有人想不通的，台长希望你们想通。你们今天还有烦恼的人，台长希望你们放开烦恼。我们因为心中拥有着明天，因为明天永远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美好。我们为什么中国人说叫除夕？除夕就是把昔日的不好的思维全部去除，我们才会迎来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把2012年所有的烦恼全部集中起来，2011年、2010年所有的烦恼全部装在心中，犹如你像一个电脑一样，你天天恨人家，你的电脑就有 antivirus， 就是那种病毒进去。你今天又恨人家，又嫉妒人家，又烦恼，你的电脑天天有病毒，等一会儿你的电脑就死机了。所以天天生气的人心脏就会有问题。希望你们放开烦恼，拥抱明天。所以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我们要放下今天，放下昨天，还要放下明天。未来不可得，今现在不可得，过去才不可得。所以永远什么都不要得，我们就拥有更多，得的越多。好，因为今天呢时间关系呢，台长呢就直接呢今天的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开始呢就到这里了。那么再次感恩我们各位首长，各位我们的佛友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感恩师兄们的学习，更多每日学习内容请见每日自修的帖子。祝师兄们学佛精进，开智慧，我们明天见。